我入行嗰阵啊，每条钢筋都经过我对手。而家有机器帮手，我哋做嘢更快更准。由平面图则到 3D 设计，工程嘅规划越嚟越细致。到时做测量，要一步一步行到好高嘅。识埋航拍，就可以睇得更高更远。啱，人就要不断进步啊嘛。 Progression, professionalism, innovation.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.